电影第一家长影制片厂，生产汽车最早的第一汽车厂，吊死风儿都像好像真的一样，净月潭的滑雪场在冬天让你爽，几千年的黄龙塔那叫一个雄伟，六顶山的景色让人如痴如醉，英雄城的故事情节耐人寻味，血写的历史教育一辈又一辈，喜欢有话跟你直说，在家开个直播，咱跟你唠点实嗑，延边人民踩起奏，红军国际口岸，吉利经济要腾飞，不行咱就走走看，大草原的风干牛肉那是嘎嘎香，用完小碗的瓶吹咱整点桃南香，东北的爷们喜欢喝点酸菜汤，没事喝点冬瓜红果让你心不慌，红罗山之乡是绿色的山庄，全球最好吃的大米就在咱身旁，还有一群南地货栖息在江海旁，二人转在唱，唱的那叫浪，唱着小猫扭着秧歌就把电视上，美丽的吉林就是我爱的家乡，欢迎你来东北到吉林逛一逛，热爱家乡。